大家好，这里是佛之缘频道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过了今天，这五生肖准备换个大钱包，钱多到钱包都塞不下啊。生肖龙，生肖属龙人，四月横财运降临，事业上得到快速的增长，前景诱人。属龙人有很强的能力，但是却不强势，人非常低调踏实，职场上更是一把好手，业务精通，工作认真，经常受到领导的嘉奖。四月属龙人是走财运之地，前路拓宽，发财相对轻松。未来几个月，属龙人都将持续好运，到年底会有丰厚的收获。生肖兔，属兔的人在本年仅有的好运势就集中在一马贵人星上，而这颗吉星在七月更为旺盛，未来两天迎财神迎富贵，彩票中大奖，存款翻倍，或是发现更好的机会呈现。这关于生肖羊来说，是千载一时的好机会，一旦抓住可能会影响未来半年或一年的好运。生肖猴，生肖属猴人，四月水运渐旺，食伤生财，大运旺盛，可以在职场大赚一笔。属猴人聪明灵活，做事善于用脑，而且有助广泛的人脉关系，在事业上总能先人一步，占据有利的位置。本月属猴人运势喜人，一路发财之地，好好把握，未来的日子会极为顺遂如意。生肖牛，属牛的人年底实现了富裕人生，开开心心回家过大年，未来一段时间好运气接连不断，再加上他们的财富运势会有所提升，尤以偏财为甚，财运暴涨，轻松赚大钱，横财也跟住来，财运俱佳。同时四月他们不管在什么方面的运势都会非常的好，可谓是工作顺心，取财有道，人缘甚好，感情甜蜜，如果逮遇良机，工作上全面开花，有望成为富豪。生肖蛇，生肖蛇有与众不同的好运势，能挖掘自己的潜力，发挥自己的优势，再加上贵人出现指导，他们找到成功捷径，事业发展顺利，创意新颖，才能凸显，前途一片光明，运开时态。同时财帛宫的偏财，这颗大吉星坐镇，再配合上他们肯做肯劳，财运说来就来，如果生来就有老天爷的庇佑，一生不缺好运，未来一定能出人头地，福禄双全，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，财运极其旺盛，生意财源滚滚。买彩票中大奖的生肖，一个人的运势好不好，直接影响了自身各方面的发展，尤其是财富、事业等方面的运势的好坏，一直都很受关注。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哪些生肖财运极其旺盛，无论正财还是横财都高涨，买彩票有机会中大奖，生意上财源滚滚。生肖蛇，聪明灵活，思维敏捷的属蛇人，近两年来运势都很不错，一直都挺顺利的，今年属蛇人的运势更是有增无减，特别是财运非常好，正财横财都极旺盛，他们很会拉拢自己的人脉，也会花最少的钱来积累最大的财富，小金库里财源滚滚。生肖虎，有勇有谋，责任心强，敢做敢当，敢于挑战的肖虎人，最近的运势很不错，财运无比亨通，偏财运也很旺盛，注定收获不少的财富，让人羡慕。他们工作上顺顺利利，一帆风顺，做生意的也客源不断，生意兴隆。此外他们还有很多意外之财，真是钱财自动送上门，富贵迎门。生肖兔，对于气质高雅、
心思缜密的属兔人来说，就是一个好运的开始。属兔人无论是买彩票还是在工作中，都会有很好的财运，工作上顺风顺水，收入也水涨船高，财源不断，偏财运极其旺盛的他们，随便买个彩票也可能中奖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这四个生肖命太好，假如大家在一起，既不谈钱又不谈感情的话，那么还是谈谈命运吧。其实命运在这一生中，基于我们的改变，可以说是非常的大。有的时候做一件事的成败，完全就是运气在主张住。运气好的人，什么事情都能做得雷厉风行，反之则相反。那么就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十二生肖中到底有哪些人的命最好吧。生肖虎，大富大贵。属虎的人天生就是贵人相，出生的时候就是含住金汤匙的，所以基本没有人可以比得过他们命好。而且属虎的人不单单是命好，而且做什么都非常顺利，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基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难得住他们，想要平步青云简直不要太简单。生肖马，马到成功。属马的人其实这一生有很多历史传奇，可虽然屡受波折，但依然无法否定他们是非常有运气的人。属马的人基本在危险中行走，却可以做到毫发无伤，这就是他们的厉害之处。属马的人不仅仅有住很好的命，而且他们身边的人都被沾染住他们的好运，这就是命运的作用。生肖羊，命运不菲。属羊的人虽然有时候会经历一些波折，但是他们眼前的路还是比较平坦的。换句话来说，属羊的人不论在多么危险的地方，却总是不受伤的那一个。而且属羊的人事业都很不错，尽管三年五载的会出现一个小小的危机，但其实都无伤大雅，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自行缓解。生肖猪，天生福将。属猪的人可以说是天生的富将了，他们的命促使住他们，就算是吃喝玩乐也一样比别人过得舒服。而且属猪的人本身就很乐观，可以把身边的人都带动得跟自己一样乐观，所以说属猪的人不仅仅是命好。认识了属猪的人才叫做命好，那就去多多结交属猪的人吧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保佑诸位全家平安顺利，吉神相随，所求如意，逢凶化吉，神智洞达，幸福如意，心想事成，如意吉祥，万事胜意，财源广进，笑口常开，生意兴隆，蒸蒸日上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年年有余，事事顺心，万寿无疆。真心祝愿诸位增长福寿，如意吉祥，愿三宝加持和护佑。留下自己的心愿，在评论里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，自立等人大愿就可以实现。